理发去，头发给你剪了，好不好？去不去？去理发吗？不去啊？你怎么又不去？你的多帅啊！那爸爸给你理好不好？爸爸给你剪头发，把这个剪了，剪短。爸爸剪，好不好？不要，留着也不好看。爸爸给你剪，好不好？不要，那我们去店里给你剪。去店里，我们上次去店里那里，边看 iPad 边剪发，好不好？边看动画片边剪发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嗯，这样子给你剪了就好睡，好睡，好睡。啊，好不好？嗯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啊？点头，点头，摇头啊？你还摇头啊？哎，看来又要大哭一场。